好啦，大家好，去到最后一题36题嘅 MC 啦。咁佢直接俾咗呢条式嚟 ，sin cosine 嘅 equation， 咁就问啦，有几多个 risk 咧？个范围系零至到360度，唔俾360度嘅。好啦，咁由呢条式咧，应该拆到 sin x 等于零或者 cosine x 等于二。cosine 等于二，大家知道冇答案嘅呢边。咁 sin x 等于零咧，揿机会揿到零，大家知道180都系啦。正常嚟講，360都係嘅，但係今次360唔要啦，唔係呢個範圍，所以好快計到就係 A 啦。